要专念于子了，先除掉一切的这所有的思念，那你就观察应做不应做。子弟当中，弟弟当中要起关照，关照我不能长时这样下去，还得住呢莫坐，是指的是住呢啊，还有下文呢，住善奉行啊，你还要奉行住善呢。虽然是念住法的自性不生，不生，住法自性不生，常时正观照，还得念一个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。诸法不生，因缘法还是不灭的，不灭的。说欠钱还得还人家的，你修成佛了，你所欠的因果报应还得入世还。说不佛都垄断了吗？那佛的化生四现了，升到迦卫罗国去，升到净饭王里家去，对，他还得做人家的儿子啊，做人儿子还得度人家啊，这叫因缘法了。因缘又知道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因缘法也是空的，空了也得还，还了还是空的，还不还都是空的，道理是懂了。现在我们大家出了家了，说遁入空门呐，咱们那门呐是一个正门，两边都有个方便门，那叫善巧方便，中间是空门，有的是般若解脱三门，中间是空门，从般若解脱门，这是三门，有的是方便门善巧门，方便善巧空门。由空而起的方便善巧，由空而产生的智慧，那个含义啊，就告诉我们了，光只是不行的了，还有要观。毗卢遮那佛成的法身佛，成了佛了之后，为什么要说《华严经》？这华严经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有所为啊，这个有所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还是无为，听来佛教所说的话呀，好像那么啊，怎么说怎么有理吧，是圆的，但是无头无尾，无始终，无内外，无大小，无方圆。这个意义就不同了，虽然念住法不生，但是还要念因缘和合，善乐苦乐空的呀，但是它不失不坏，因缘不会失掉的，也不是坏的呢。现在在这个方等教义里头说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无说无生。但是在华严义不这么说了，华严义不这么说了，诸法不自生，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着这一切都圆融，因缘和合的时候即是不生，是生即不生，不生而生，生即无生，这样观照，反反复复的念自法自性，自性嘛是不生，自性是永远不至生的，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就是观，住性不生就是子，
这叫是子贯双任，理字和合，就是刚才我们上来想讲那个，等同于外。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自相近了就不有，能现能令自相近的而无不无。这恢复这个讲，讲这段解释这个，就解释这个，即子贯双运的。这原教的子贯呢，说贯中里头就有子，贯就是在子中的贯。贯中呢也有子，子中也有贯，都是子贯双运的。子贯双运好像是度众生，好像都是有，实际是空的，众生也是空的，能度众生也是空的，一切皆空的，空而不空，又建立一切法，一切法有，有而不有，即是真空。啊，真空不空即是妙有，这个用惯例来你理解，用言语说出来没什么作用，不起作用。他告诉你这个方法，依照这个方法，依照这个语言，你去做。做的时候呢，就要你去思维去修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对舍诺啊，舍莫他，毗婆舍诺，是吧？子贯双运的大力呀，你能够进入一点儿。如果没达到究竟，没到佛的那个果德的究竟果德，这个照呢不能叫照，照真不是照，照真不是照就不能定，照熟的之时候不是照就不能记，必须是照真时候观想止，照熟的时候观想记。照真的时候，照真的时候不失于照；照实者，照熟的时候不失于真，不失于记。这道理啊，在文字上听来是很是深的。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去理解去。你做熟练了，说熟能成巧嘛，这是做熟了。也不要怎么作意，也不要去再想什么方法。顺势而来，因应而得。你要会炒菜的，他不会心里有嘀咕，哎呀，盐加多了咸了，盐加少了太淡了。哪个菜配哪个菜才好吃。米要掺好多水煮成干饭了，米要多掺点水嘛，那就稀饭了。好像这个很简单啊，谁都会，这也很难，很难。你让我去做，你要讲经还可以，我讲得通。因为我做饭呢，做不通了，不是水掺少了，就是水掺多了，但是火了大了，烧焦了。那火小了，没烧熟，烧生了，人家怎么吃嘛？他说：“不入一行，不得一行的智慧。”我说的这么深呐、你听着这个文呐、讲起来什么记呀、照啊，记呀、照啊，照啊记呀、照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照啊，怎么样记呀、你照也照不来嘛，记也记不到。记是就是定，定啊就是什么事不动心，这该会了吗？不随便去，不随便动心，不随便分这个烦恼。我看我们很多道友带着小孩子，有的道友那小孩怎么闹他心里不动的，他不动，因为他见惯了嘛，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嘛，
司空见惯了没事儿，偏他如是见。要么这些和尚，要么这比丘尼师父，要带着小孩，那小孩一闹，他不知道怎么哄他，他没经过，那小孩闹他烦得很，他什么也干不下去了。我们的居士呢，那就不同了，因为他带小孩带惯了，他知道，这叫什么呢？什么事啊？习以为常了。那刚听着什么智啊照啊照啊智，搞你糊里糊涂的。什么叫照啊？什么叫智啊？什么叫记啊？什么叫什么？学久了，久耳朵常听这个道理，懂了，懂了之后身体常这样做，心里常如是想，口里常如是说，你身口意就转变了，转变了。这先转变三业，像这个刚才这上所说的，要真理的寂寥，这叫子，与子相算，你怎么寂寥啊？恐怕连这个文字还没闹清楚呢，还能说叫他说这个话去做吗？这就困难了。这文字说，唯尽其缘，令照真。不得明照，照熟之事不及记故，跟你没法懂。唯尽其缘就是没达到究竟的时候啊，你那个照不是照。照熟时候随着熟转，照真的时候啊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呢。真假莫辨，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呀？这叫圆融道理讲，说我们肉体是假的呀，肉体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穿衣服？为什么还要吃饭？假的嘛，管它干什么？离开肉体了，离开你妄心了，你找个真心，去找个法身，在哪儿呢呀？法身在哪里呢？你找得到吗？唯尽其缘，妄为其就为妄，唯尽其缘不能达到真。妄尽还原观，寡修这么一个法门，是《华严经》的是妄尽还原观。入着一身法界的，但是妄怎么尽呢？怎么还原呢？唯尽其缘者，照真不得明照，照熟也并得明记。要怎么样呢？要记其缘，记其缘那才行。这段的文字啊，就是令你观照真理的时候，观照成真理的时候，用你的定力，用你的动力定力，照真的时候，没有个能照所照，能观所观，没有，就是有个能有个所，就不名为真了，也不名为照了。这就是你定的时候，定的时候照真的时候无照，因为这个照是智慧照，智慧照照什么呢？照熟体，观照熟体的时候，观照熟体的时候，印是熟体，熟即是真，对于你入理观的时候，观一些事的时候，事即是理。因为你跟理相契合了，就是跟真契合了，妄自然就止住了，你不要断而自断。观是指智慧运用的时候，当你运用的时候，立生的时候，你就众生的时候，并不要众恩报恩呐，也不要众恩感谢你啊，
佛没这个意思。佛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无声可度，利益众生即非利益众生。说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，众生有尽吗？众生界不尽的呀，永远如是。再进一步说，众生有吗？有众生可度吗？有法可说吗？这个就深了。但是在华严意呀，把这个意思都把它转化了，都是圆融了。无众生可度，常度众生。无法可说，永远说法不断，成了佛的一个四现众生又说，他是度即无度，说即无说，这个意思就很不能容易，很不容易理解了。说你用言语度众生的时候，跟你没有用言语度众生平等平等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，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的供养玉皇大帝诸神，点在下面的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，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，你愿意再点一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，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，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，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，阿弥陀佛。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儿科陈慕容医师。防范武汉肺炎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勤洗手，因为生活环境中会摸到各种物品，容易让手上沾到细菌病毒，如果再摸到眼鼻口就有可能会被感染，所以正确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疾病。洗手不是将双手弄湿就好，请确实做到正确洗手5步骤。湿，将双手沾湿抹上肥皂；搓，
手心、手背、指尖、指缝、手腕全部都要搓洗到。冲，用清水将双手冲干净。捧，捧起水来清洁水龙头。擦，将双手擦干或烘干。请记得哦，养成正确洗手习惯，大家一起预防武汉肺炎。观自在菩萨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生离死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